欢迎大家来到《盟主来了之我的眼睛就是尺》啊！解说界不老男神黄健翔，你为什么要刻意提“不老”两个字？所以自从有了 VAR， 足球场上连留长发的球员都越来越少了。风一吹，越位了。如果裁判都有你这样的眼睛也行。不是，有的裁判瞎呀，真的。所有的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，他把这两个字倒过来一看，都是事故。玩撒泥或尿。黄老师的发言仅代表他个人立场。黄老师说完之后，我就更不看了。你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什么运动，是吧？